네, 말레이시아 팬분들한테 너무 오랜만에 또뵐수 있는 기회여서 너무 일단 기분이 좋고요. 你相信死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吗？你有胆量接受死后的审判吗？如果有机会投胎转世，你又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韩国人气漫画改编的电影《与神同行》由韩星何正宇、佘泰炫、金东玉、朱志勋等人所主演。电影在韩国上映10天，票房破亿，被誉为韩国年度最强电影。而在大马，以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和韩剧制作人被影迷所熟知的佘泰炫，更抛开过往在荧幕上的搞笑形象，也沉稳的形象示人。이영화는그쵸뭐영화그역기적인거나프로듀사랑은또다른그제가보여줬던또완전히다른모습을또보여드릴수가 있는것같고내용이나이런거에서는뭐충분히다들전세계모든사람들이공감할수있는내용이기도하고그리고뭐굉장히볼거리도굉장히많은작품이기때문에충분히오셔서보시면마이세시걸이상으로도많이좋아하실수있는부분이굉장히많다고생각합니다电影探讨人性对于死后世界的遗憾，而导演及演员对于人生的愿望清单以及自己的来世又有什么想法呢？제딸과딸많이안아주고싶고요딸과많이놀아주고싶습니다저는뭐한국에서많이인터뷰를해왔기때문에저는내제아들로태어나서열심히부모님께호도를하고싶습니다아진짜저는우리세분다말레이시아분들인데세분다근데좀갑자기그냥드는생각은다음생에는말레이시아에서태연형보다인기많은 그런네배우로한번태어나보고싶네요